我在4年前的時候就證實是有腸癌，咁咧就即刻就做手術啦。咁啊，舊年咧就翻發，就彈到去兩邊肺啦，同埋頸嘅淋巴。咁醫生咧就話咧就要做標靶同埋化療治療。咁但喺化療之前咧，醫生就咁講。梅女士，喺你今次接受呢只新嘅標靶治療藥之前咧，我要同你解釋下佢有可能出現嘅副作用。咁啊，包括有過敏啦、血壓高啦，嚴重嘅咧甚至可能會穿腸添。嚇？會穿腸㗎？我有腸癌噶噃，用乜嘢咁引致呢個腹膜炎噶？咁其實穿腸嘅機會都只係2%，咁都唔使太過擔心嘅。咁喺你今次接受新藥之前咧，我都會轉介你去見臨床藥劑師，咁你就可以進一步了解你今次新打嘅藥咯。啲藥好好啊，唔該你。係你好，梅女士，係啊，我姓林嘅，我係林。咁咧就見到臨床藥劑師咧就好好啊，即係佢哋好有耐心咁樣去同我講啦。講俾我聽，即係究竟我而家接受緊啲咩嘅化療藥啦、標靶啦，當中有啲咩嘅副作用啦。咁啊，特別係講到咧，就有機會即係穿腸啊。咁我就好擔心穿腸噶嘛。咁佢就話穿腸嘅機會都係低嘅，叫我唔使咁擔心啦。咁就分析用呢個藥嘅好處同埋唔好處喺邊度啦。聽完之後咧，即係我嘅心都比較安心啲去接受治療咯。我覺得臨床藥劑師咧對我都好有幫助啊，因為佢能夠減低我啲嘅疑慮啦，咁啊好過我自己走上網去查，因為唔知道即係真定假啦，令我可以放心咁接受治療咯。早晨。其實除了梅女士呢個個案之外咧，當中咧都有很多腫瘤科的病人咧，咁佢哋都會喺病房裏邊咧接受呢個化療嘅。咁我哋每一日其實都會上病房裏邊咧核實翻佢哋嘅處方啦，了解翻佢哋嘅用藥嘅情況咁樣。有需要先用嘅。咁當中其實都有唔少長期病患或者年紀比較大嘅，咁佢哋用藥比較多，咁我哋藥劑師都會即係盡量去注意翻藥物相沖嘅問題嘅。除此之外，我们都会留意病人最新的血液报告，我们都会特别留意例如肾功能、肝功能，如有必要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跟主诊医生商量最适合的剂量给病人。另外现在有很多新的抗癌针剂，我们都会在静脉注射方面给到护士一些资料，例如是用药的次序、注射的速度，以确保药物的安全和效用。醫療是一個團隊，診治病人是要多角度和多專業的合作。我們醫生會為病人確診和制定一些治療的方案，而臨床藥劑師可以在用藥方面提供到很多專業的意見。而對病人來說，藥劑師可以詳細分析藥物和幫他們了解用藥的指引，是有助治療的進展，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作為臨床藥劑師啦，而家可以喺病房裏邊同一班最前線嘅醫護人員一齊工作，而且我哋可以好主動咁樣同病人詳細講解啦，平衡翻佢哋治療上嘅益處同風險，而且可以幫到病人重拾自信，正確使用藥物。我覺得呢份工作好有意義。